好，我们今天讲渔舟唱晚第三段，第三段，第三段，今天所讲解的这个第三段和第一段、第二段所讲解的这个内容，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啊！我没有说是80%一样，是完全一样啊，完全一样，对吧？老师几号开新课？10月份开新课，这个月马上结束，结束完之后10月份开新课。具体十月几号，我们9月底再通知。具体十月几号，汪老师9月底再通知。对，我们今天讲，渔舟唱晚第三夜，渔舟唱晚第三夜最后，就这么，就这么低，非常简单。汪老师就带着你速度放慢的把第三单顺一遍，你都知道怎么走了。然后我们剩下的问题就是，哎，速度放慢，多练习，OK 了。速度放慢，多练习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开始上课哦，开始上课为主。今天啊，老师临时有事儿，然后来晚了一些，但是我们今天的课程依然一点不落啊，给大家讲，明天依然给我们老师。我可能后边没有时间来听课，没关系，明天在群里看，放视频一样的啊。OK，好，画面不一致，退出重进，退出重进。先弹完整的一首唱完。我先开始上课吧，先开始上课，上完课再给你弹完整的一首唱完，加强解版的都没有问题的哈，好吧？好，我们直播间的宝宝该上课了。我们先不回答问题，你们的问题的话，等下课再重复问一下就可以了啊。第三段，渔舟唱晚第三段，速度标写的是快速，但是想弹快，必须慢练。这绝对是一句，绝对是一句口诀，也是必经之事，也是最笨的方法，也是最快效的方法。也是你们最不愿意去做的方法。他老师，哎呀，他这里很快，我说要一直弹快，一直弹快。是你弹成之后，他可以一直弹快，但你弹成之前，你一直是属于慢练的，一直是属于慢练的。清楚了没？在所有乐器里面，所有的问题，一句话，唯慢不破。老师，我速度加不过来，我加不上来。好，慢练。老师，我左手配合不上，慢练。老师，这不太好弹，那不太怎么的，我大指不好，我食指不好，中指不好，大指不好，我怎么着，我摇指不好，摇不起来。所有问题，慢练。其次，掌握方法，慢练多练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，大家不愿意做的就是慢练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就这么简单。明白了，一句话，唯慢不破。你最不愿意做的慢练，反而是最有效的练习方法，反而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就这些东西，你只要记住了，东西大家都理解。你只要记住这句话，你只要去实际操作，OK，什么速度啊，要不起来啊，这那，没有解决不掉的，没有解决不掉的，好吧？来，我们接下来。我们接下来开始讲课，第三段快板，速度慢练。这一段你就先听我给你唱，你就理解从哪里弹到哪里，怎么去弹，和第一段完全重复，就这么简单，和第一段完全重复。然后。我们从第二页的最后一小节的花式开始接啊，从第二页的最后一小节，最后一小节，最后一行，最后一小节的花式，从第二页最后一行，渔舟唱晚第二页最后一行，最后一小节的花式开始进行讲解。然后我们最后第二页啊，最后一小节就是嗦嗦嗦，嗦嗦嗦，然后接第三页第一行，先听我给你顺一遍，
你自己先看着怎么弹，你就理解怎么弹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然后大指从高音哆哆拉嗦咪来，中指勾低音哆哆，无名指中指扎中低音咪，大指弹哆，左手揉弦，然后再停，再劈，再颤音或者揉弦，然后大指从中音拉，后边勾的是背低音拉，拉嗦咪来，中指勾。背边拉，无名指、中指、扎中在 re 上，大指托拉，颤音，然后起，然后再低拉，你可以眼睛盯着，然后大指再从高音 re re 到拉嗦，中指 re， 无名指、中指、扎中在低音骚上，大指托 re， 颤音，然后再 p re， 然后接下来大指从高音哆哆拉嗦，中指勾哆。无名指、中指扎中在低音咪上，大指托哆，然后大指再劈哆，然后再往后，大指从高音咪进行花指，大指从高音咪进行花指，咪来拉拉扫，中指勾咪，无名指、中指扎中在低音拉上，大指再托咪，然后颤音停。再劈，再颤音，大指从高音 re 到拉嗦，中指勾 re， 无名指、中指扎中在低音骚上，大指弹 re， 左手颤音，然后再劈 re， 然后再往后，大指从高音骚，后边中指接的低音骚，所以说大指从高音骚，骚咪 re 到拉，中指勾低音骚，无名指、中指扎中在中音哆上。大指托中音骚，然后停，再劈骚，然后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到拉骚，中指勾低音咪，无名指、中指扎中在低音拉上，大指托，左手沉音再停，然后再劈，然后大指从高音拉拉骚咪来，中指勾低音拉，无名指、中指扎中在。中音 re 上，大指托拉，颤音，然后再停，再劈，然后大指从高音骚骚咪 re 到拉，中指勾骚，无名指、中指扎中在哆上，大指托骚，颤音，然后停，再劈，再颤音，再往下一小节，大指从背高音哆哆拉骚咪来，中指勾中音哆。无名指、中指扎装在中音咪上，大指托哆，颤音，然后再劈哆，再颤音，然后再往后，大指从高音骚，第二行最后一小节，中指要接低音骚了，大指从高音骚，骚咪来哆啦，中指勾低音骚，无名指、中指扎装中音哆，大指托中音骚。然后停，然后再劈中音骚，再往后第三行第一小节，中指勾的低音拉，大指从高音拉拉骚咪来哆，中指勾低音拉，无名指、中指扎中在中音 re 上，大指托拉，颤音，然后停，然后再劈拉，再颤音，再往后中指勾低音咪，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哆拉骚，中指勾咪，无名指、中指扎中。咪，左手颤音，然后再劈咪，颤音，然后再往后，大指从高音骚骚咪来哆，中指骚，无名指、中指扎中在中音哆上，大指哆骚，然后颤音，再停，然后再劈，再颤音，然后大指从高音 re re 哆拉嗦，中指勾低 re， 无名指、中指扎中低音骚，大指哆中音 re。颤音，停，然后再劈，再颤音，再往后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到拉骚，中指勾低音咪，无名指、中指扎中在低音拉上，大指托咪，颤音，然后再停，然后再劈，然后再颤音，然后大指从高音哆哆拉骚，中指勾低音哆，无名指、中指。扎装在低音咪上，大指托，哆，
后停，然后再哆哆，再颤音，再往后大指从高音 re re 到 la sol， 中指勾 re re， 无名指中指张张在低音扫上，大指哆 re， 然后颤音，然后再 p re， 再颤音，大指从中音拉往后 la sol re re， 大指勾 re re 拉，无名指中指张张在低音 re 上，大指哆 la。然后大指从高音到哆啦嗦咪，中指勾哆，无名指中指张张在咪上，哆哆，颤音，哆，颤音，大指从中音嗦嗦咪来哆，中指勾低音嗦，无名指中指张张在低音哆上，大指哆嗦，颤音，好停，嗦，好，在最后一个花指，大概的位置是从高音哆。哆啦嗦咪来哆，没有具体的了。这个最后一个花指，因为我们后边是有一个箭头，箭头再往后的箭头，我们先不说是什么意思。然后就刚才带着你们训练的第三遍，听懂的宝宝扣一，就是之前第一段、第二段有听的宝宝，第三段都能听懂。如果说古筝刚收到手，或者是还没收到手，你是听不懂的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这已经进行了第将近80节课，也就是说你前面落了80节课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所以说刚收到古筝的不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然后从零开始，好吧，还没收到，还没收到没关系，等你收到之后，然后再跟着汪老师零基础开始进行学习 ，OK 了，对吧？这一段不考虑左右了，这一段不考虑左右了，第三段不考虑左右了，宝宝。今天讲的是渔舟唱晚快板第三段，很简单，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，第一段和第三段完全重复。第三段的所有的花指都是3到5根琴弦，我们在速度放慢练的时候是以5根琴弦为主进行练习，第二段和第一段就是把第二段和第一段一样弹奏方法是一样，第二段加了上滑音，对吧？就这么简单。然后那个弧度生肖书不需要买，你进弯弯老师 VIP 教学群之后，弯弯老师的助理都会发给你电子版的教学教材。明白吧？不需要买，不需要买。然后，我们接下来再带着你们练两遍。今天课程就是把前面的给你们复习一下，宝宝。今天的曲谱发了吗？之前有发在教学群里，宝宝有发在教学群里，你去群里问就可以了。3100，宝宝，你去群里问，包括汪老师朋友圈都可以去找渔舟唱晚的曲谱。汪汪老师教学版渔舟唱晚的曲谱，明白吧？去全力问，然后我们在第三段再来。第三段，大指从高音哆，大指从高音哆。今天讲的曲谱是之前有发好的，明白吧？之前都发在群里发好的教学曲谱。渔舟唱晚全整个乐曲，渔舟唱晚是发在群里发好的曲目，不是今天。今天的曲谱草前几天都已经发在教育群里了，宝宝。对，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从第四行，渔舟唱晚第二页最后一小节，从高音都往后接第三页。第一小节第一行，大指从高音哆开始，哆啦嗦咪来，中指勾哆，无名指中指扎桩，哆，颤音哆，然后大指从中音拉，不分左右，啦嗦咪来哆，花指要清晰，啦，拖和劈要分开，啦，颤音啦，然后大指再从 re 到啦嗦咪。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到拉骚，中指勾咪，指头直线。
线，多走多走左右。大人从高音 来哆来嗦，就这个来加重 来。颤音一 来，然后从高音嗦嗦咪来哆来，中这个嗦加重嗦，颤音嗦。大人从高音咪咪来哆来嗦，中这个咪加重咪咪。对，再从高音拉发嗦咪来哆拉加重拉拉。大人再从高音嗦嗦咪来哆来，中这个嗦，后面只中中加重嗦，颤音嗦。然后再往后走，大指从背高音到哆来嗦咪哆，然后加装哆，加装哆，颤音大指。再往后从高音嗦开始，嗦咪来哆来，中指勾嗦，加装嗦嗦。然后大指从高音拉拉嗦咪来哆拉，加装拉拉。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哆来嗦，中指勾咪，加装咪咪，从嗦嗦咪。说跟节拍器吧，这个没办法跟节拍器，它本身这个速度是自由速度，而且是慢起渐快，所以说你们在跟这一段的时候，你们只要么第一跟着视频进行示范，跟着教学示范视频进行学习练习，或者说自己把控着节奏然后进行学习。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第三遍，这一段就是重复第二段第一段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只是不过是这段的速度，只要你第一段慢练了，练了两三天，第三段稍微加速到刚才这个速度是没有问题的，是没有问题的，明白吧？好，我们大概是九月底十月初再重新开课，那生效。OK， 再来一下，第三行，对，第二页最后一小节，接第三页第一行的一小节，大指从高音哆开始，哆拉嗦咪发，中指哆，加装哆。然后大家从中音拉拉嗦咪哆，然后加重拉拉，大家从高音 来哆拉嗦咪，来加重来来，大家从高音哆拉嗦咪，来加重哆哆，大家从高音咪咪来哆拉嗦，加重咪咪，然后大家再从高音 来哆拉嗦咪，来。
最后一个画指没有具体的是没有具体的这个琴弦位置，大概从位置从高音都开始起就可以了。高音都具体画那个七八根琴弦左右，没有具体的位置。然后但是每个音都要弹清楚。这是我们今天重复了一遍第一遍而已。但是第一遍弹奏的时候速度极其慢。第二遍速度稳着练。第三遍不加速度一直练习。听懂我的话，然后能够照做的我扣一。就很简单，老师，哎呀，你可能讲，老师，你讲完第一段，我可能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我全背会了，有没有这样的宝宝？就是老师，你讲完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，我一练习，哎，我这三段我就找到规律，我都背会了，对吧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能背会的？就是老师，你讲完第一段、第二段，哎，有找到规律了，然后我就能，我觉得一听第三段完全一目了然了，整个一二三，我基本上。有规律的一个方，有找到一种规律的情况下，几乎会背的，宝宝。扣二，扣二，我看看有没有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？我说你要练习的吧，你要没练的话，你要肯定是不会背的，宝宝，对吧？对，完全背出来了，可以背会了，可以，不错，看得懂了，可以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还是有很多的宝宝。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能够背会了，找到规律了，不要求，我看了一下找到规律，不要求你一下子弹多快，只要求你第一段速度极慢，第二段匀速稳了速度弹，第三段不加快，我只要求你这么简单，其他东西，其他东西，老师，哎呀，我要做多快多快，不，我要求你做嘛，第一花指颗粒感要出来，第二劈和托要分开，第三左手颤音要跟上，或者是第二段的那个上滑音要跟上，第三多练慢练，基本上找到规律之后，你练个三五十遍，坚持练个三天，你这个曲子找到规律就背，就后半段就背会了，就很简单，剩下就是按照前面的，掌握住前面的注意练习的过程中，注意到前面的这些东西，然后慢练多练，慢练多练，慢练多练的同时去掌握，注意前面几个要点，三四个要点，就这么简单。